好好进入，终于来到了 PP 画面，来了，月亮和公园所有的班位都解锁了，是的，求生者这边可以搬三个求生者，监望者这边可以搬四个求生者，那这样子雕刻家放不放？放雕刻家，把你安给搬了，好想拿分啊！他们这样的话真的就是，他们想要三跑四跑，剑走偏锋了，想要四跑啊！我就是要打你雕刻家，你不敢拿，我就是要打你雕刻家。如果你赢了，好，没办法了。如果你给我机会，我就三跑四跑，一定要从你身上咬下一块肉。但是你可以这样想，他可以就是要搏，他可以不用，因为他的目标很简单，我只需要保平就行了。对，没错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以保平的角度来讲，雕刻家翻车概率是要比安多的。那狗哥，你觉得如果说他只想保平，他选什么？红夫人呀，红夫人，你看吧，他搬了佣兵和前锋、机械先知，他可以放弃四呀。先知也搬了，是因为有四个班位，主动权是在皮皮虾这里的。对，如果你选祭司，对，选什么杂技，那 OK， 红夫人，那必定红夫人。因为我放你祭司了呀，我就不拿雕刻家，我红夫人保平。哇，因为被动了，太被动了。对朱雀来说，放这雕刻家就是让你玩的，结果你不上当，而且这个空军也不好拿。是的，他们擅长的空军也是被红夫人所克制的。对，所以考虑一下什么角色能拿分，太难了。现在手里面守墓人点不点？我两个救援位关了，我觉得甚至可以来个咒术师。嗯，是这个道理哦。是这个道理，但是咒术师理论上还是怕啊，红夫人。对啊，咒术师对怕，但是你想，你抓我，我就要来，你就不好追了。对，稍微打一波，你太低下，我就给你大嘴。你抓咒术师，收一根风险，他是一起上的。是的，什么点就看小铁这手了，到底是调香师还是冒险家？对，调香师，如果打调香师的话呢，我们之前也看过，对，调香师也可以的，也可以。可以，对，这个就是怕祭司被逮了。对，调香师可以处理红夫人的，不过你拿调香师，我会反手打雕刻家吗？冒险家，这个就太拿分了吧，太想拿分了。这样的话，这样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是的，可以找不到，也可以。就是台阶下选红夫人，其实没有人可以给你追，是这个道理。调香师起码还有个追的机会，当然现在还没有确定。就看到底怎么样，因为拿冒险家的话呢，攻击性就很明显了。冒险家跟戒石，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给队伍的密码机有很大提速。对的，对的。再加上配合野人嘛，就野人冒险家这两个角色组合是很难找的，最舒服的。当耳鸣，当我有心跳，我立刻吹个口哨，也是排不到的。对的。那看皮皮虾这边，看到是冒险家选择红夫人还是雕刻家了？是的，这个选头有没有一个爱哭鬼呢？鹿头不应该了啊，不应当吧，不应该吧，真的吗？不应当吧，不应该吧，玩大了，这玩大了呀，我确定了，我的天，我定了，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鹿头这个角色站在深渊的舞台上，我从来没有想过鹿头这个角色能够。鹿头改版了，是变强了，因为是有夹子。这个鹿头是有新版的，我知道有夹子的鹿头。我知道，但是他也不算一个强势的监管。对，没错，强了，但是搬四个他也不够强。但鹿头他的好处是可以抓野人，对他不需要挑，他看见野人我一样能勾。对对，那这一局就有意思了。不过其他角色鹿头怕呀。对的，他当野人爹，三个当他的爹啊。是的，就是看。那谁辈分大了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比辈分呗，选手也太辈分了。那么现在种进入演播间，本场比赛是由 FunPlus 朱雀的求生者对阵机的监管者，由解说梁亚平、解说艾丽、求安将为你带到 COA4 全球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很聪明，直接上猪，对，直开局就上猪。然后皮皮虾这边知道你上猪，知道你在外面那个位置，他不追了，直接换人了。对的，天赋方面只带了一个挽留八卦阵，
那桥上的祭司你也不好追啊。是的，他可以放夹，因为路这个路头的夹子它是永久存在的，有八个，对，没错，有八个上限。那套路求生者，那现在这个方向找不到人啊。对，冒险家一波，他先铺这个夹子，他也不急嘛，他可以先下夹呀。对，他可以到处下夹，他不怕逛街。对，他手里面有个传送。但是这个局大洞接好，冒险家一蹲也不好追啊。他可以先就把大洞打了，慢慢找嘛。对，鬼屋这边在下夹。这个角色为什么说他不够强？因为他节奏很慢。对，腿又短，手呢也不是特别长。对，是的。然后现在是弥补了，就是他在逛街过程中，他是可以封印。对，这边想偷一下守墓人，这太天马行空了。这个要是偷到就太离谱了。守墓人如果没看路头的话，那他就会被勾动。对，但是距离拉近了，不过有铲。给刀吧。对，直接给刀吧。守墓人是不会从另外一个方向走的呀。是的，因为我知道。传送，这边直接传送。这猪敢上吗？上猪了，完了，牛勾进来，天点勾吗？天点勾，天点勾，空不了的呀！太熟练了，他很会躲，这怎么能空？是的，这个钩子一定不能空，天点空的话就没了。完了呀，现在怎么办？等钩子，下钩子还有一秒钟，这钩子是唯一的机会，这钩子可不可以勾到？可以下夹，如果野人跟你绕下夹，逼他走路，逼他走，逼他走。这边有钩子，有一次钩的机会，天点钩，勾到了，我天，躲一刀。还行，但是长密码机其实修的很多。对的，而且这个具有冒险家，针对野人的话其实有风险，就是可以。主要是这个阵容，他就是要抓野人，因为是路头。是现在滑下去了，控制战术，这个小石头太高了，这边滑也是死，不滑也是死。是的，他必死的，这个是必死的。对的。因为这个距离是够勾的嘛，上下两边都能来得及。我密码机三台起了，三台多了。对的，他简单呀，他只要保平啊，他保平。对，这个节奏是可以保平，把野人针对飞，然后随便找一个人针对就行了。所以说下一波这野人上注之后，他不能上，因为有钩子，除非你钩子躲掉之后再上注，扛刀。对的，这边守墓人有一次勾的机会啊，这是双勾，可以勾过来，勾过来，勾过来拖时间，对，勾过来拖时间，可以拖，勾过来，不用打，不用打，先放个夹子，不着急，不用打，过半就行了，不用打，没错，要过半了。我勾一下之后，我可以等下一波。CD 形成一个两个钩子的一个优势，同时逼他们过个救，我就打针对。对，现在这个钩子他不需要勾祭司，不需要勾其他人，等野人下猪勾他就行了。对，脸上就三个字，打针对。对对，那现在只需要针对死野人就行了。不能卖啊，不能卖啊。然后这边野人，不对，鹿头的钩子是不能断掉的，所以他必须要持续的勾墙，持续的勾墙，勾墙，三秒钟就要勾墙。对。但是这边能一直的减速，有一个僵直勾，得勾了，来了，得勾了，叠满，抢劫，看到了，勾到，勾到了，勾到了，勾到了，扛到了，扛到了，我的天哪，那前面还有个洞，再掩护一下可以上猪，还在帮忙，你冒险家那边在压机子，不上了，这个猪不能上，不上了，我就砍你，滑梯，我就跟你滑梯，你砍不砍？我两个人站在你的背后。这边可以，他是选择先下夹，先下夹，先下夹。那我就慢慢来呗，慢慢来。那你下夹我就踩，我踩，我可以让队友滑下去踩的呀。祭司先下呀，哎不对呀，要接着卡，还是祭司接着卡？祭司密码是够吗？接着卡密码就好像够了，有机会够，有机会够，但是前面是勾的上猪，这如果勾下来要扛一刀，直接亮了。这边有点扛，有点扛，哎呦勾空了，我的天哪，还有机会，野人，而且勾他吗？又躲掉了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勾中了！我的天哪，这样子也是挂飞的，大洞，但是有大洞，对，接起来了，有机会，挂上中了，有机会三宝，对，三宝了，三宝，三宝了，能走吗？能走吗？门能开吗？挂上了，传送了，传送，传送，这样几门路头都来不来得及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吗？够了，够了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一个计时，这是什么？传送了你唯一机会就勾了他，一定要躲这个勾啊！呀，我的天！一定要躲这个勾啊！是的呀，他没有想到要躲这个勾，觉得直接冲进去跑了，结果他觉得直接进去了，直接进去能走，太离谱了，是太离谱了！是的，我的天哪！这是什么门口捞人？这个平局就胜利，真的，这是从不可能。变得可能，奇迹，奇迹就是
朱雀这一局没有带给我们奇迹，但是皮皮虾这一局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奇迹，特别特别大的惊喜。这个就是，说句实话，观众朋友们，追击如尖王者的这个博弈够不够精彩？实在是太精彩了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。对，我觉得真的就是，等一下我下去，直接一个单价把我送走，直接把我送走。这个，对，虽然是平局，感觉真的心肺要停止了。对，没错，特别最后一下传送的那个勾，勾住瞬间，我直接缺氧了。对的，对的，对，是的。主要是我们都以为其实能走，但是实际上他被勾回来了。是，所以说人的潜力是无限的，无论什么样的角色，在特定的位置做他的一个选择，真的就是都不能用极限来形容。对对，我觉得就是不可能，然后他做到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大图这个图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啊，为什么他其实早就做准备了？因为其实这一轮是一张大图，月亮河公园，月亮河公园，你换别的图其实路途不好打的。是的，但是月亮河公园，因为它很多墙都是矮墙，都能勾，随便勾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会专门针对你的野人打，特别是入口二阶之后，它的钩子是不会断掉的。是的，对，即使它空了一次，还有第二次，还有第三次，我只要不断，我有无限。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人玩监管者的最懂，刚刚那种三人卡滑梯，绝望。真的就是有一种绝望影像，就感觉慢慢的密码机一定能压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一下沉不住气了。对，没错，沉不住气了。是密码机量是没问题，而且它怕挂。最后一下，如果说真的祭司防一下，没有办法留了。我觉得留那个钩子只要没拉到，躲一下，对，三跑走门了，三出。这也是一点，因为这个角色其实排位遇不到。很少，对对，训练也不会特意去训练这个角色，不过他刚改版的那段时间是有人玩的，有人玩，对，但是那段时间玩了一段时间就不太行，就不行了，因为看似大家都已经熟悉了，对，就感觉不太行，因为还是那句话嘛，你当野人的爹，但是另外三个是当你的爹，是的，是吧？对，但是他恰恰好就找到一个，对，是你爹，而且怎么这么搞笑？我是骂你啊，我是说野人。啊，对，对，没错，是恰恰找到了，是吧？对，恰恰好好就找到了，就找到了。